宝庄发生堵水意外，造成三人死亡，市府是宣布要暂停开放一礼拜，要加强安全措施。台北捷运禁止温饮食，是因为要防范消毒物来飞顺路线，影响到设施的这运作。海外的这野火烫烧到当地十二位置，累计死亡八十九个人，数百人失踪，是当地历史上最严重的天灾。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八月十三的公司东头新闻，我是陈世东。新闻一开始先来看这个家人的这个大武仑沙堡，昨是发生至少三件这个堵水的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和家人市府昨晚就宣布讲，沙堡周围水域是为即时开始就暂停开放一礼拜，要等到这规划好势、提悬安全的封闭了后才开放。看大包细包在伫头前的游客后壁，消防员伫山坡顶边一直走，因为状况是真着急。有过来耍水的游客是发生堵水的情形，一挂人对消防员呼来，一直喊这妹妹名，爱赶紧来精神。原来伊甲厝内底人斗阵出来佚佗耍水，也毋过滚石船却是无顺利并存了。赶快过去救，过去救已经救到了，结果划回来的时候又翻，对，翻的时候呢？就在外面那个警戒线外面，一直在那边徘徊，在那边徘徊。我们那没有喊救命，我们在上面的也不知道。桂林市大武仑沙堡昨日发生至少三宗堵水事件，分别是二十一岁姓卢的查甫人、四十七岁变性查甫人，甲带查某囝出来佚佗，却是发生不明原因双双来堵水。最后四十二岁姓陈的爸爸送医了后，依然是宣告不治死亡，规工落来造成三个人死亡。没有管理的大武仑沙滩过去十年，一共死亡36人。没有管理的潮境公园，十年来死亡19人。在今天之后，我也要关闭潮境公园的潜水，关闭一周。这阵沙堡已经把封锁线救起来，桂林市政府昨暗时宣布，大武仑沙堡周边的水域和潮境公园对即日起暂停开放一礼拜，等到充分规划好了后，提高安全层级了后，再过来开放。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南厝一个私人的停车场，昨深夜是发生一台轿车停伫这停车场的这出入口，和其他车辆是无法度出入，是去甲报警。警方就表示讲，这轿车的头前的部分是已经超过私人的土地，到这公用的这道路面顶，会照法律处这上悬会到1200的罚款。青色的轿车昨日暗时直接停伫出入口，予停车场铁门无法度扭落来，车嘛袂使出入，予租车位的民众非常的困扰。我要回家的时候，我结果停车场门口有一台车子停在正门口，这样子的车子都没办法出去换，我在早上他才走。事发伫高雄南麻溪，车一直到13透早才离开。停车场平常时有30-40台车出入，大雨落几啊天，出入口都予冻掉的。租客只好去找路边的停车位，才阁押好回去。附近的居民认为停车人实在真无公德心。这种行为是唔对的啊，绝对唔对的，因为妨害迄个人的出入啊。因为伊内底还阁有车位。事发伫青叶，拖掉业者无营业，警方接到通报，但会使先翕相记罚违规行为，依道交条例处600-1200不等的罚款。经本分局到场了解，该车由于前悬位于道路上。且位于私人土地车库前方，已构成妨碍他人车通行违规停车，已针对违停车辆拍照进行举发。警方表示，车库头前是私人土地，网格线应该是地主家己画。私人土地出入口若是被冻掉的，影响通行，要由受害者提供强制资料，警方才会使依法查扣拖掉汽车，也提醒民众唔通做路霸，以免违规。记者陈凡武、陈显坤高雄报道。花莲的这赤口山甲60座山是近日渐渐回归，另外部分的这山区道路是受到去年的地震，还有进前落大雨的影响，崩落的所在也未修复，所以今年去修复的这路线拢有管制甲调整，要请游客配合警方的指挥。为了要迎接一年一届金针花季，花莲富里乡农会特别伫60座山留26公顷的花，目前花房已经开20%。预估上好的盛花期是伫8月20至9月20，不少民众已经着急要上山赏花。全台湾最有名就是只有这边啦、啊，
这边是六十担山最有名的金针花季，所以我们一定要来看的、啊。不过因为去年918地震了后，加进前强降雨影响，六十九山部分产业道路崩起，也未修理好，所以上落山爱分流正点通行，上点上山，下点落山，大概刚开放30分钟。开放游客上山时间是8点到8点半，那8点半到我们的9点这当中就是清空所有的道路。那要下山的民众的话呢，就是我们的9点开始下山，一直到9点半。那9点半一直到10点是清空道路的时间。另外，第玉里镇的赤口山产业道路嘛，也未完全修理好。虽然赶工铺点啊加，暗过未付办开幕季，上落山必须采单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是10点到10点20分，12点至1点半，加3点至3点50分。每日8时至17时30分，请民众注意，山区全线道路禁止甲乙类大客车通行，而汽车上山由竹林产业道路，下山由赤科山产业道路。富里乡甲玉里镇两大金针花山区，虽然因为落大雨影响路况，不过金针农是讲，雨水原来让金针大开，欢迎民众上山赏花，不过一定要注意交通管制时间甲上落山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提升主体安全，台北市的消防局为2010年开始，对这无火灾自动警报设备，甲5楼以下这主体场所，每一户是免费来发放一粒主体用的这火灾警报器。要么根据这新计部报告讲，差不多有7万户的这自警器是超过使用的这年限，可能会发生无法度这个警示状况。火灾警报器一直等，提醒民众可能有火烧事发生。为了提升客家安全，台北市消防局2010年开始，对无火警自动警报设备的客家，主要是5楼以下公寓，每一户户数放一粒自警器，安装率达到98.34%。严格根据新计部的报告，大约有15.89%，大约7万户的自警器已经超过使用年限。比如说它闪的信号比较弱的时候，有没有？你就可以判别它到底还电池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要把它拆下来换。那你会主动把它拆下来换吗？会。每一两个礼拜吗？那我觉得可能太频繁了，因为可能就是平常忙碌的话，就没办法去顾虑到那个频率这样子。自警器若是无电，恐惊面临火烧事发生时也未警示，可能敢像虚设共款。台北市消防局讲，补助自警器是希望做一个引导，所以讲一户敢若补助一粒，后续换电池也是换新的，也会民众家己去换去买。不过也提醒爱记的定期来维护。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机器如果是在正常的使用下，大概可以维持5到10年，那电池都是可以用3到10年时间不等，大约1周到2周，就要自行的去做一个维护清洁，还有外观的擦拭，并且做电量的一个检测。台北市消防局讲，徛在一般的所在，用的装饰、用的侦测有烟的警报器，要不然是灶卡就要改装定温式的，才袂出现误报。另外，若是发现自警器无啥伫使，袂叫，可能是用压伤侪，也是即要无电啊。那若毋是，就建议爱规日换新的。要若是一直叫一直使，用的先检查是毋是安装的所在出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毛伊岛的这个野火是炭烧真济公路，到当地12位止，累计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89个人，数百人失踪。比起这个1960年因为海啸造成台湾伊岛61个人死亡搁较济，是加州当地历史上上严重的天灾。即天开车，把会当关的物资一个放入去仓库清点，搁接着把物资堆伫另外一台车顶，准备送入去避难所。海外伊毛伊岛的野火为当地初步开始炭烧到12，火大火烧过土地，规片乌飕飕，嘛乎死伤失踪的人数一直增加。The beginning we thought, oh maybe the gas station was blow up because we can hear like something like, you know, pop. Some people did not even get out from their house, you know.Some people did not even know had a fire because that day is the wind so strong, yeah. So everybody all stay inside the house. 这场森林大火造成多死伤，至少1000栋的建筑毁损，数千人无处通转去，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960年。夏威夷岛海啸的61个人是当地历史上最严重的天灾。谷歌爱所当的时间和数十亿的美金，才有可能重建。
So I lost everything, my passport, all my stuff, my car, my clothes, I only have, this. 真侪居民表示，伫野火发生了后，无听到警报声音，也是收到警报的信息。夏威夷紧急事务管理部门的记录也显示，伫野火发生时阵，当局并无发出警报，最后是透过行动通信、公布甲电视，还有居民的公布系统，通知居民紧急疏散。暂时距离拉海纳差不多50公里远的库拉镇的野火已经有70%得到控制，也毋过其他地区的野火消防人员搁在拍火，灾情的死伤人数有可能会继续增加。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过去和这个俗界航空取代的这个韩国有昆明城的这个夜行火车，暂时在欧洲又个流行起来了。因为欧洲当地面对气候变迁的挑战，和真济旅客开始愿意放弃这排碳量较悬的飞轮机旅行，改坐火车。一家人也是几个朋友坐夜行有眠床的火车跨国旅行，睏起来也够早顿会当食。以这种方式游遍欧洲，正做新流行。奥地利联邦铁路表示，今年热天夜行列车的票已经卖了了。作为全球永续发展带头的欧洲各国政府，也鼓励低碳排放量的铁路旅行。It's cozy. It's like a new experience you really have, other than flying, and it's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So.It gives off a good feeling that you're not like flying and was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stuff. 为比利时布鲁塞尔往来德国柏林的新路线是2023年才开发，甚至暗坐火车过冬到早起就到另外一个国家，和真侪旅客感觉方便。最近因为气候变迁问题日渐严重，和真侪旅客愿意放弃高碳排的飞轮机旅行。英法跨国铁路欧洲之星，特别强调，坐飞机为伦敦飞机巴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火车旅行的14倍。不过25年来，有眠床的火车因为需求降低、发电停止、设备老旧、电慢分、技术问题、甲变速定故障，另外铁路路线欠整合，拢成做未来发展的阻碍。Well, the main issue is that, of course, it is very challenging to organize the train still because the timetables need to be adjusted all the time.国货洋行列车市场，奥地利联邦铁路在2018年就向德国西本主订33台有眠床的列车，预计今年底加入营运。法国一间新创公司也甲有眠床火车制造商合作，计划在2025年重新推出不列受欢迎的巴黎、米兰到威尼斯的路线。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台湾的这个离华风电有70%拢在彰化。今仔日台电在这彰滨工业区宣布要兴建一个这离华风电运维中心。未来不但是50部风机的这吊装维修厂房，也是台湾头一个净零排放的建筑。一脉动工顺利。手提着清香，虔诚祈福。行政院长陈建仁13号来到彰滨工业区的基地，宣布台电离华风电运维中心动工。这毋仅是台电历史上头一座绿能运维中心，也是台湾第一座净零排放的建筑物。彰化这一带的风力发电是全世界10大风场之一。那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祝福，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天助自助来发展这一个风力发电，那我们真的是暴殄天物了哈。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这座运维中心号名叫做公园之洲，占地7000平方公尺左右，外表看起来那亲像是一只拉力，由太阳能板完全包覆。每年预计会使发出100万度的绿电，唔那是当家己发家己用，也阁会当恢复电力到电网。伊主要是台电离华风电一二期超过50部风机的吊装厂房，总共是要开6.8亿，预计2024年底完工。未来我们海上的修复船舶会在这个渔港出发，那需要修复的一些相关的零组件，也可以带回这个运维中心来做。修整，让台湾走向净零，是一个全民，是一个各部门一体共同努力协作的一个工作。台湾离华风电有70%拢伫咧彰化，伫咧遮设立运维中心有地缘之便，也代表台湾风电已经为初期的开发顺利进入到发电维运的阶段。经济部强调会甲彰化县府密切合作，落实彰化风光大观的愿景。记者彰化报道。
为了趁着东海花加花东纵谷，即个台东县府想要拓宽台东44号即个管道，五月是已经办动工典礼，也过当地即个加罗兰部落认为讲即个马路伤过弯，即个骑车伤危险，认为拓宽台11线的公路就好。加上即个开路计划无甲部落参详，因着拒绝政府开路，暂时台东县府嘛已经决定放弃。五月份，台东县政府伫东海化公路举行支线东44线管道动工典礼，每位加罗兰部落沿这项基地西边开一条5.7公里的公路，来个到石川部落，分散东海化公路的车阵。迄当阵就引起部落的抗议，认为这条路若一日开，骑车就伫车路边，会影响部落居民的安宁佮安全。经过佮部落的协商，最基本部落大部分的居民拢反对，官府嘛决意要动点。变作动工就停工的地方建设案，因为这样的相关多种的怕说会影响到他们居住的一个环境品质，县长说尊重他们的意见啦。管府表示会甲向公路局争取2亿开路的经费纳入转去，不过有风声讲地方批评管府敢若听少数人的意见，无顾东海化公路清在咧塞车的问题。不过部落的头目讲，因是住伫当地的居民。袂当因为要解决塞车的问题，煞造成部落居民的伤害。呼吁加管地台11线东海化公路混跨，变作是4线的车道，才当根本来解决塞车的问题。把那个经费弄到那边就可以了啊，那何必去从我们这里，然后打扰了我们的社区的一些安全跟安静呢？头目强调讲，管府开路的计划，从头起嘛无甲部落讨论，无尊重部落。若是知影部落会反对，就无需要白了工。不过管府讲，按算要开路的时阵有通知部落来参加，也有召开说明会。既然即马部落反对，管府嘛接受即款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顶个月底，伫捷运车厢出现一只鸟鼠，引起即民众惊吓。有民众质疑讲，捷运禁止乘客闻饮食，是毋是因为出现即鸟鼠，也是烦恼讲即环境伤过垃圾？台北捷运嘛公布正式原因，讲是为着要避免小动物造成即线路的毁损，来影响设备运作，才禁止饮食。今日台北捷运第入站进前，涂骹拢有黄色飘线，也会写禁止饮食的标语。就连车厢内，原来有大标语，这引起袂少民众想要问：通勤时间巴肚真枵，暗过捷运是安怎袂使食物件？其实就是减少很多细菌或者是昆虫、小动物的滋生，没有气味，然后车子摇晃，食物才不容易掉下去。依照这个捷运局他们所做的这些规范。这样大家都比较平安，也比较安全。有民众质疑台北捷运禁止食物件，是不是跟较早有乘客在车顶发现鸟鼠有关系？还是烦恼食物会造成环境垃圾，才会禁止饮食？台北捷运公司在官方的面册公布禁止饮食真正原因是捷运系统外靠真济自动化设备，而且班次侪个密，为了维持系统的稳定，爱避免食物的诱杀啊，引起虫啊，还是其他小动物破坏线路、干扰设备的运作。依据大众捷运法第50条第一项第9款的规定，旅客在捷运禁止饮食区内吃东西、喝饮料、嚼食口香糖或槟榔，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的罚款。台北捷运公司表示，在列车终点站拢有清洁人员定时到列车来做环境清洁维护。另外，若是民众有紧急的生理需求，也是会当啉水、食药啊。啊，不过必须先让车站的人员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台铁有一台新的列车 EMU3000 是放在北区机务段的时阵，煞予民众喷漆。台铁今日透早是报警处理，要调查民众是安怎走入的。即嘛是国内头一个火车予喷漆的这案例，照铁路法相关会当处7档的徒刑。白色车厢的 EMU3000 型列车车头头前喷着万家涂油，配着甘马地红绿，后端是浅蓝色礼布。台铁员工透早伫桥南吊车场发现停的列车竟然被乱为喷漆，随经由工作群组回报，台铁也报警来处理。以毁坏、非法方法等方式危害铁路重要机构设施设备，得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以下罚金。现由铁路警察局收集相关市政，积极侦办中。
铁路警察局代替员工是在透早4:50在吊车场内底发现车方乱违喷洒，随回动辖区的警察去采证，因为毁损铁路设备已经违反铁路法，会来追查吊看敢是骑车人。又像那吊车场24小时门口拢人驻守，嫌犯是毋是可能伫车站尾站无清醒时阵坐车入去吊车场也会调查。而真拄好是社群平台也出现一段，一查甫人以双手伫刹区间车，刷来拄好走跳的影片。你铁路警察也调看监视器，正伫个对查中。铁路法虽然有相关规定，可是其实你说细则它并没有定得很明确。是台铁局，它其实可以用一些比较包含性的这些规则去处理。然后要真的要开罚，因为如果你不开罚的话，其实根本就不会有吓阻性。代替商业工会呼吁，对着破坏设备的行为，代替应该追究责任到底，维护铁路安全，也避免产生模糊的效应。对着史上头一起黑车方乱喷洒乱违案件，代替回应。等待警方修正完成了后，会赶紧来，把这喷洒擦掉，恢复列车原貌。对着恢复甲营运的损失，依法追究责任，并且要求赔偿。记者陈宏华报道。立刚一年，叙利亚发生内战，造成有500,000的这难民无所在通去，嘛无厝通转去，真侪囡仔无法度这上学。暂时有这个大苏达甲组织合作，要推出这个叙利亚这难民的华语判学这计划，为今年3月开始，和台湾的大学生团队在网络教这难民囡仔华语，而且在后来期间去当地直接交流，唔忘和这难民的囡仔会当更加精准的掌握这华语的这使用，来提升因的竞争力。用中文表达感谢，这囡仔拢是伫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儿童。因会当讲中文，主要是因为已经上过3个月的线顶课程，而且组织甲大师大，也阁带华语教学志工团，休假期间直接去土耳其满纳海国际学校去办营队。家人情境，还有第二天我们的一些啊，台湾的夜市珍珠奶茶，还有买东西的情境，可以有动机可以去继续努力学好中文。一部分的华文文化交流，对，但主要就是让他们有办法去考华语文检定。他们是用中文说老师哦。为原来的线顶华语文教学，搁到当地去接触。15个大学生除了本来的语言教学以外，也有文化介绍、家庭访问这工作要做，真实体验海外华语教学，也跟难民生活情形。逃难过程的背景，那让我觉得在台湾生活真的很幸福。然后我更加的感激自己的家人还在，然后自己能够有就学的机会。36个小时之后，这些大学办其实就开始把远距课程带到现场里面去了。我们总共有165个小朋友参加，应考人数127位，有52%的小朋友其实都达到80分以上。台湾团队到位，对难民囡仔来讲增加学习机会，对台湾的大学生来讲，更加是一场心灵震撼教育。等来到台湾了后，团队会持续进行线顶华语教学，提供更加适当的教学策略，也期待会当让叙利亚的学生囡仔会当有掌握华语文的应用，提升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南部最近实在是太热，必须就有这个健身房改造这个泡冰块这个池，让这个顾客可以透心凉。天气太热冻不住，真想要秘在冰箱里面，得就这间健身房让你实现这个愿望。业者在哪一间的冰桶里，朋友放到甜一甜，拿进去随时心凉被透开。When you first get in it, there is that initial shock, but then there is just a calm that overcomes your entire body. And once you get out, which I did 3 minutes, it's just invigorating. 德州最近连续创高温，真侪人密伫室内无想要出门，踮家徛家，冷气用电量创下高峰。为着鼓励民众加运动，这间健身房选择销量的好步数平移，让热人上水、耍水，加添更加侪趣味。来看美墨边界，投入伫墨西哥城市新拉瑞多的中南美洲移民，予炎天赤日晒到头昏昏、脑顿顿，伊唔敢笑，想要吹冷气，干那希望有一片薄片通好遮日就好。Tenemos que estar constantemente comprando hielo. Claro, si traen cierta cantidad de hielo, de agua, pero por la cantidad de personas se acaba bastante temprano, bastante rápido. Mi hija tiene incluso los labios agrietados totalmente, a pesar de que le doy suero, su bálsamo.
y así vuelto está bastante afectada, sinceramente. Y bien, hay con que con hoy en el suban, gang pitch gang chu, mira y me que pico que bang chong, y tú la luz o si en.因为纽约市拜三发表声明讲，当地收容空间有限，未来限制要求庇护成年人干会当住六十天。纽约市政府阁派人去边界分传单，呼吁移民若是要来美国，请选择其他城市，唔通来纽约。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中央明仔的汽油价，汽油是一公升起六角，柴油是起五角，请大家注意。感谢你收看《今日中岛新闻》，明仔工作时间咱再会。